来讲解一个多种玩法，音乐啊，中视频和视频号的玩法，讲解技术啊，可多赛道操作，详细教程和包括这个详细教程和附带的素材，日入200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，这是音乐赛道的玩法。本节课程剪辑技术外面是收费好大几百的啊，主要讲的是音乐赛道玩法，主要收益是在视频号和中视频和矩阵操作，实操内讲的很干，绝对是最牛的玩法，可长期操作啊，适用多赛道，可多领域。可以说是天花板的玩法，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帮你实现这个赚钱的这个没问题的事。这是视频号的收益，一两千的收益啊，很容易达到8000多的收益。这是头条啊，中视频的收益300-400都比较稳定，比较稳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项目实操以及一些注意事项都详细讲解，尤其这个实操将近300兆讲得非常清楚了。剪辑啊，养号的方法，还有收益图啊，收益图的素材合集，素材合集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本台教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音乐中视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